好，大家好，继续翻到九六宝石啦。咁依家咧就要打呢个水蓝队嘅板木老大啦，应该系系嘛 ？OK， 咁可以直接打大佬啦。好，咁因为咧啲对话其实都冇咩特别啦。哇，唔系、哦，其实有啲难打。我哋转头再翻嚟打。系啦，临尾唔系，佢临尾应该冇得打咯。唉，咁算啦，我哋试下打唔打得赢先啦。啊，因为佢有啲难打板木。好。应该可以开两下龙毛，哇一下啫，咦佢用霸话嘅点解？诶、欸、有机喎，诶、欸、开到两下，开到两下龙毛有啲机啊，跟住用紧升级，龙龙眼咪就转做奇异花，啊、尖石，哇顶啊尖石攻击，痛到咧，红岩怪应该慢过佢，我实，不过唔紧要，我哋试下，哇顶食药。会唔会搞嗰啲啊，兄弟？呀屎啊，龙龙岩，利多王走，打雷喎、啊，大镬捻铺。诶、欸，哇，佢快过我喎、啊。谂下先，应该点打呢？即系嚟用我武黑鹰先，应该赢到嘅。靠龙武屈佢机应该 OK。岩崩啦，呢度就用李月龙啦，跟住再用龙武，再开龙武，再开龙武。我顶唔得，好再嚟多铺呢度点穴，唔知有咩用。李如龙跟住再用庞岩怪，用晒其他重出去，咁样点啦系嘛？哇顶！第一下惊，跟住第二下爆击，系嘛？我冇睇错啊？定系应该打死咗佢先咧？可以打死咗佢先会好啲。跟住再用李如龙啦，跟住再用龙武啦，应该死啦嗰一下。哎呀，顶咁都死唔到，即系起码四下先打得死喎。好，唔紧要啦吓。好，跟住就用李如龙，再用冲浪咧，冲浪会点？冲浪反而仲低，即系本身李如龙并不是用特攻嘅宠啦。唔系难打喎，系搏佢，喂顶又惊，唉，点解会咁噶？点解咁多呢事发生噶？飞翔，哇飞翔仲要唔中呢咁好嘢，跟住用李如龙啦，跟住再用龙武啦，诶佢唔中啊，好啊，顶，我已经死咗即刻。下一隻系咩啊？格拉格拉其实都适合用咩、啊？神鸟用了猛攻，未必赢到呢度，系啊，暂时赢唔到住。用嘅李如龙嘅话唔够高咧，李如龙。好，升下呢先啦。不过其实嗰个唔打冇乜所谓嘅，嗰个大佬唔打系冇乜所谓嘅，反而最紧要就系要打嗰只啊。最紧要就系打嗰只嘅水蓝队嗰个大佬嘅，系嘛？好似唔系水蓝队大佬，定系打个僆仔都得咧。已经，我知波动呢度出去，好飞，差唔多死啦！我哋已经有冇回血咧？系冇嘅，冇回血，劲爽汽水，饮下啲劲爽汽水先啦。人生绝技啦，尽可能如果对方系，唉，仲谂住讲，仲谂住用近身绝技，呢只唔用得近身绝技啦。呢、這个话净系打啱啦，咁就呢、這个靓仔嚟啫。好，问佢话飞行技啦，冇办法。哇，多多嚟，三个攻击要啦，呢咁犀利嘅技能一定要有啦。系啦，跟住之后先系去嗰个咩？去嗰个水洞，唔紧要，我哋先去回个血先啦。水嘅洞穴，但系依家就冇潜水嘅，系啦，冇潜水嘅话，我哋就要打超能力，啊，超能力导管，啊，超能力导管都冇乜嘅，哇，诶，咁啊，呢度用尖石攻击，呢度用神鸟，啱啦，好，继续冲啊，唔使打呢啲，哎，顶啊！哇！呢只有啲难搞，照用尖石啦。
问两牛蛙军呢只，哇潜水跳弹佢，哇好狗啊！佢自己整死咗自己，佢嗰个灭亡之歌整死咗自己。呢度咪有只神兽喺度啊？唔系喎。OK， 劲多长翅鸥。其实呢度都适合胜利。哇顶，咁都打唔死。呢只嘢真系够硬正。好，跟住就系超人道馆啊嘛。睇又唔俾人带嘢咧，好烦。O.K. 又要執書包，全科得啦。O.K. 完成，嚟啊！哇，一嚟就已经系外王啦，飞踢要咯，冇办法。其实可以唔使要得，唔要啦，无谓学，转翻做无黑鹰先啦。O.K. 神鸟啦。O.K. 嚟啦。天然鸟唔会赢到咯，我成七十几咧，黐线嘅，升到劲高喎。其实理论上应该系差唔多咁嘅 level 啊，即系玩到呢个进度嘅时候，呢次又用神鸟，可以我都唔想用，一系咁扣晒我啲血咧，唔系几好。呢、這个近身拳击，游击立近身拳击打死，顶鬼剑，鬼剑啊！呢只咯，啊龙呢个滚动蓝啦，天然雀一嘅神鸟车来啦，但系应该一阵间又要翻翻嚟，因为我只武黑鹰冇晒血，算啦，我哋出去回个血先啦。既然系咁，冇晒点打 ？OK， 好嚟啦，但系应该要揿过啊，系咯，要揿过。嗯，跟住就到呢度啦。好，得 ，OK。又系啲超能猫，暴风唔要啦。OK， 暴风唔知有咩用，系咁用飞人技，又要用飞人技。啊先，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啊，系啦，要再揿蓝色呢、這个。好，搞掂，嚟啦。我哋先放上威下啦，真系上威下队嚟噶嘛？一阵间再决定饮唔饮呢个食唔食药啦。哇，呢度冇乜意思喎、啊。呢度如果用上威下系冇意思嘅，系咯，转重、啊、因为佢系 copy 特性佢，所以咧我哋呢一度咧要放两只龙龙眼，跟住加一只武黑鹰，一阵间后上啫。OK， 嚟啦。咁我呢度用尖石攻击打佢，呢度就换做木一鹰。个巨星，哇，大镬啦！巨星、啊，难搞、啊，咩假进化、啊？系咯，佢系 copy 特性 ，copy 咗个威限，未必打到，啱打到啊！唔够快咯，但系武黑鹰，但系武黑鹰系够顶一下巨星嘅。巨星边个顶嘅咧？岩石系都顶唔到巨星啊，因为变咗妖精属性啊，系啦。咁所以如果你想挡到妖精嘅话，一定系要用钢系咯，钢系或者其他属性嘅，唔知咩。嗯，呢度用猛钢，跟住用飞快刀。哇顶先制啊！精神冲击，跟住呢度就用鲤鱼龙，好啦，呢度再用猛钢打佢，跟住水流尾打沙奈多。哇顶！居然唔食啊，系佢呢度系唔食药噶嘛，系嘛？唉，同埋佢头先嗰下居然系先制咗，真系吓一跳。OK， 跟住呢度咧就用呢个猛攻，呢度催眠，顶啦，跟住咬碎佢，咬碎好似冇乜用喺度，用水流尾嘅，几种放落住石刀，顶，有啲咁嘅事居然，唔好醒得唔得先，
诶，冇醒冇醒，哇唔死啊！顶巨星岛俾佢，哎呀仲有只艾老女袋喺后面，仲有只艾老喺后面啊，点搞啊？叶印打庞岩怪，诶，仲有机喎，咁样都掉嚟，跟住光合作用，诶 ，OK OK， 都有机嘅。呢度用飞墙，哇，顶可以用啲咩啊？飞墙啦，跟住催眠埋左手边，哇，醒咗啦，玩完啦，冰拳哦。有啲难打呢、這个以我呢个队形真系，唉，谂下应该可以点打先？佢一开头系沙莱朵，沙莱朵嘅打法系冇黑鹰打，唯有靠先制先打得赢啫，唔靠先制冇乜可能赢到。哇，用精冲打呢度嘅居然 ，OK。一开始系咪应该要杀咗左手右手边先？咦？点解回晒血嘅只无黑鹰？头先唔系唔够血嘅咩？系咯，睇下先。系咯，105噶嘛？点解入到去回晒血嘅？我又发现咗一个笔咯，各位。好啦，佢一嚟用精冲，干墙，我奇异花打唔中啊又。试一次先，冇理由。我就系唔想佢开到光墙呢一下，因为开到光墙好麻烦。诶、哎，得，跟呢度就转重，转做多多利。呢度就催眠埋沙奈朵。啊！我顶啊！我净系咁紧要你打死我。右手边嗰只识放电嘅。诶，佢冇放咩喎？居然咁样嘅话，我哋用蛮降打咗太阳岩，闪耀冲锋嘅黐线，竟然系闪耀冲锋，哇大佬啊，点搞啊？尖石攻击打月石呢度，尖石攻击打太阳岩，哇太大地之力，喂？应该冇乜机啊嘛，咁样咁嘅局势，虽然话就话二打一啫，但系咁嘅技能点搞啊？尖石攻击跟住掉嚟咯，哦，同埋我想知佢系咪用咗两次 mega 进化？佢系用咗两次 mega 进化啊？我有冇睇错到？顶啊！只月石真系好鬼烦，顶佢啲技力，佢啲技配到好鬼劲，佢啲单打技嚟噶，都唔算单打，佢啲系佢嗰啲系佢嗰啲系配招技能嚟噶，我唔知点打佢真系。你又打唔中出面，唉，未必打赢住。我翻到嚟啦，咁我就费事升呢啦，系啊，升咗一阵啫，系升咗一阵，咁我就想试下睇下打唔打到啦。一开头咧，其实唔想用武黑应住，系啊，想用其他重先，啊，想用其他重打，系啦。咁啊，唯有用呢个滚动岩配庞岩怪起手咯，啊，因为有啲难玩，呢个地震，跟住仲多多嚟试下先。精神冲击喎，哇！地震炸得劲少喎，会唔会有啲难搞呢？哇！顶一招精冲，差唔多挂柴咁滞。呢度用无黑鹰啊，跟住尖石攻击打呢、這个，跟住转做庞岩怪。哇！顶用巨星，顶我仲谂住佢会用雷技添。看來都是用尖石攻擊好啲，咁唔好用龐岩怪啦，因為龐岩怪佢有得跟性頂一下，之後就配用啲高輸出嘅鯉魚龍咯，唯有
都唔知道我可以揀啲咩，真心。尖石攻击打佢，跟住用水流尾打佢。精神冲击，黐孖筋，仲要打唔中尖石攻击。点解我啲成日都打唔中噶？可唔可以唔好用咩啊？巨星，巨星都顶。哇！咩啊？用雷记打我呢只嘢？有冇搞错啊？如果中到尖石攻击都痛，应该痛过鲤鱼龙嗰招水，我觉得系嘛？顶啊！真系佢几多攻啊？呢只189系咯。咁既然系咁咯，再咁摆，我照旧尖石攻击打晒左手边。咦？佢又净系中我一招啊？唔得，我要睇到佢两招都打中巨星啦！哇，顶死咗只，哇，超高攻，你见唔到庞岩怪打佢？啊，庞岩怪啲劲重嚟，顶唔好死得唔得啊？搵到岩，诶，十万福德啦，诶 ，OK， 唉，终于有一次系咁嘅样，好，唔紧要啊，呢度就用。奇异花加武黑鹰，但唔够快喎，顶唔够快，呢只死咗嘢其实已经输咗一半，因为打唔到后面嗰只艾露雷多，巨星吓，呢度用巨星滚动岩顶唔输都系死咗，唉，会唔会太难打啊呢个？喂，冥想喎、啊、佢用，不过都 OK 嘅。顶大地之力，如果呢度先制到就 OK 啦，但系未必先制到啊，冇先制，打唔死沙奈朵仲要。唉，真系救命！可唔可以爆击佢？如果爆击嘅话，应该打死嘅。是但一个爆到击嘅话，又打唔中。睇嚟我系时候要食神奇糖果啦！神奇糖果食晒落冇黑鹰度啦，主力嚟噶嘛，77咧冇黑鹰，仲唔赢？呢度用鲤鱼龙，用水流尾打佢，黐孖筋。直接喂落只，其实喂落只滚动岩度就得唔得咧？重磅炸弹一顶，咦？唔系我重磅炸弹啱喎，重磅炸弹有用喎，但系要诶可以掉咗碎岩 ，OK 嘅咁，好啦，食住一粒先啦吓，食咗一粒可能顶到，希望顶得到啦。诶，精冲，喂，好波。靓波啊！呢下跟住就打太打鱼石先啦，喂，梵胶鱼石，跟住又隐形岩。哇，重磅炸弹唔系好重磅喎，兄弟。不过照用啦，冇办法，一定要用，冇忌用。水流尾冲浪先，冲死晒成班友，成堆岩石虫。奇花飞快刀，水流尾。喂，用火技打我只鲤鱼龙，我冇睇错啊！剑舞啊，哎，又咩噶进化啦？啲公平咩真系？赢啦，滚铺多招重磅炸弹之后，我顶！吹佢先呢度，跟住飞翔，哎，好波呢度几佢顶急冻拳啊，飞！哇顶咁都输，好贱喎！双 mega 会唔会贱咗少少啊？朋友，顶真系好贱呢度，有乜可能咁噶？64咧，顶唔顶到佢招巨星咧？顶到喎 ，OK 喎，顶到喎，咁啊试下啦喺度。打太阳岩，
重磅炸弹，水流尾，顶啊！你话呢度用奇异花噶，多多嚟，催眠一隻先。呢度就用点完 ，OK。飞快刀近身拳击打到太阳岩度，哇哦！催眠佢，呢度用神鸟，好快过去喎。诶，咦佢呢度唔用咩喎？赢啦咁我，终于赢啦！佢系咪其实系有佢系有双 mega 喎？应该一阵我睇翻条片先，因为佢系。开咗一次 mega 就喺沙罗朵度，然之后再开多次喺艾鲁度，系啦。如果唔系，冇理由咁难打嘅。OK， 我哋打天文台啦，跟住真系好难打呢个，唔系讲笑。有格拉格欧有一届啦，阿属性空喺隔篱。OK， 咁六咁滚动岩变咗个价值仲个价值多过庞岩怪。我价值高啲啊！球鱼，球鱼鲤鱼龙 OK 噶，呢只系地熟，哎呢招劲，但系冇位学。地震，钟丽华嘛 OK 啦，几劲。呢一个系滚动岩几劲，震死晒班友，系咁杀喎，大爆炸冇理由唔学啦，系嘛？咁要怪力啦。唔要掉禮啦，怪力迟应该迟啲要，咁我费事洗咗佢啦呢度，因为一阵间水嗰个洞又要嘅，哦呢度打双打 ，OK， 睇住你啦，大唔帮你手噶，一嚟用破眼怪大自爆咪你死未？好，佢都唔惊自爆啦系嘛？啊唔错，哇吹飞喎有人用，啱啊呢度用地震两波。互相合作咯，呢啲咪好接成攻击，哇！真系天衣无缝，超劲我嘅攻击，我的攻势超强啊！好，我冇技喎，哇！点搞啊？你巨金会唔会太渣啊？搞掂啊！几犀利啊！就如同我 OU 咁样咧，就系用呢个大爆炸开头，跟住就放钉啊，唔系放咗钉之后大爆炸。啊 ，OK 啊，我觉得同喺呢一个嘅救援宝石都唔例外，都系咁样嘅开头。等先，依家要去潜水啊！啊，潜水啦，要去 OK。咁啊，潜水我哋等下一集啦，系啦，等下一集翻嚟再继续剧情啦。咁啊，今集其实都几惊险咁赢咗啦，都系啊，就唔需要点升咧，升个少少啦，升个少少，同埋只滚动岩啊，升咗俾晒啲。神奇糖果去啦，系啦，因为有必要要俾到佢啦。如果唔俾佢咧，顶唔到高，顶唔到高音啊，顶唔到高音嘅话，杀唔到啲沙雷朵。OK， 好，咁我哋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